世界瞬息万变，科技持续变革进化。现在我们在 X Stone， 这是无人自助商店。它这是里面的状况，刚好在信义区这边。这边呢、啊，就是你要拿东西完了之后，在出口那边再刷卡，就等于是结账。它、啊、这边的话可以手取，它会自动打开，也是可以这样玩，有没有？它会自动打开，然后离开的时候它会自动关起来，但是它会开关的比较慢。那这边都是有条码的，重点是你要出去的时候啊，再从这边刷卡出去，它就会结账。这就是 Seven 的 X Stone 无人商店。现在啊，我们就是要拿气泡水来结账，然后门它会自动关起来，没有，它关了。然后我们再找这边啊，开始交易啊，它就是说要把商品平躺，正面朝上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啊，就这边要上方平躺，然后要平躺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写开始交易，然后请看上方镜头。然后我看上方镜头了，然后不要了。那继续交易，我们改卡片结账好了。然后卡片结账，我现在他已经 scan， 我有一个东西是35块，所以按确认。那交易处理终止，然后所以用 iCash 我放这边。连结中，然后呢，交易处理中，哎，有结账了耶，可是还蛮慢的啦，请取卡，所以我已经结上。好了，我取走了、啊，然后再把这个拿起来，这样就结账成功啦、啊。然后我们就要出商店，就可以出商店往那个出口出去。所以并不是从商品那边结账，应该是他结账区啊，这是他结账区。所以就今天完成了我们一日 X Stone 结账。OK， 那我们出去了。然后一样啊，出去，请看镜头，我不要。看完了，然后呢？看完镜头没有了，你看完镜头还是要刷这个啦 ，OK， 拜拜。